黄眉戴王跳眼企鹅，学名凤头黄眉企鹅，是陆地上最灵敏的企鹅。和其他不倒翁式的企鹅不同，它喜欢飞檐走壁，靠着特制的爪子在岩壁间来回跳跃。从小就训练登山本领，个个都有一个侠客梦。一次腾身飞纵能跳30厘米高，而且脾气暴躁，会攻击一切试图靠近的生物。这小暴脾气是想将横眉冷对千夫指贯彻到底吗？